食看卖。有人知影今日是冬至无？冬至，虽然讲是冬至，我感觉足热呢。今日食圆仔，啊圆仔呢是爱无馅料迄种的哦，有馅料迄叫元宵。来食这炒冰。圆仔变硬硬，无食，气味袂歹啦，口感无好。而且配这洋芋冰淇淋，吃起来袂歹 ，QQ， 冰的汤圆，今日食甲别人无同款。好啊，最后祝大家冬至快乐！我今日影片就到这，希望你会喜欢，拜拜。